乐生活省钱好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乐活好丢。美国是号称在车轮上的国家，那么小伙伴们出门当然是少不了啊车这样的代步工具。然而呢，近年来通胀高起，那么全球芯片也是短缺，影响了汽车的产量，新车买不到，二手车的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。那么美国有哪些车型更加保值？哪些二手车型更好卖呢？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。 首先，我们来说一说二零二二年高保值率的二手车的推荐哈。当你要出售旧车，或者是想要以旧换新的时候，二手车的转售价格都非常的重要。拥有一辆不保值的汽车，到时候将会耗费你更多的资金。尤其呢，是以还有汽车贷款买车的小伙伴们，如果你还在还清车贷之前想换车的话，可能分分钟发现自己手上的车已经是负资产。 那么选择一个高保值率的车型哈，在长远来看呢，能为你节省更多的钱。这里呢有一些 KPB 推荐的2022年的美国保值率最高的车型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Toyota 的这个 t u r d r a 哈，那么这个美国呢，这个这个。 美国人非常爱皮卡，这个是举世皆知的。同时呢，皮卡车的保值率也是相当的高。那么，虽然这个福特的 F 系列呀、RAM、UM,、雪佛兰的索罗德在新车市场是销量霸榜，但是呢，在二手车的市场当中啊，保值率最高的却是日本丰田公司生产的 Toyota Tera。那么，根据 KBB 的数据，它的五年保值率是高达了百分之七十点二，高居 KBB 列出的二零二二年美国高保值率车型排行榜的榜首。 二零二二款的这个 Tundra 的新车呢，起价是三万五千九百五十美金，采用电气化的 iForce Max 动力总成，那么搭载全新的 iForce 三点五升的双涡轮增压 V 六的发动机，可以提供高达三百八十九马力和四百七十九磅英尺的扭矩，最大的牵引力高达了一万两千磅。考虑保值的小伙伴们，这款车型一定是不容错过。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GMC 的 Sierra 这个 Sierra 一直呃 GMC 的 Sierra 一直走的是高端的一个路线哈，那么它的霸气的外观还有奢华的内饰呢，时常让它一度被称为皮卡中的劳斯莱斯。这款车的五年保值率是百分之六十点八。全新的二零二二年 Sierra 幺五零零专业版起步价呢是三万四千。 六百美金。那么这款轻型的皮卡搭载了二点七升的涡轮增压高输出的发动机，可以提供三百一十马力和四百三十磅英尺的扭矩。拥有标准的 LED 的头灯、尾灯和日间的行车灯。可以选的功能包括五点三升 V 八的发动机搭载十速的自动变速箱，以及是全球首款六功能的尾门。 下面这一款是 Toyota 的 Tacoma，那么这一款呢号称是最个性的皮卡，那么它的五年保值率是仅次于 GMC 的 Sierra 为百分之六十点六。那么二零二二年的这个 Tacoma 的起步价是两万七千一百五十美元，拥有这个三点五升 V 六或者是二点七升四哈 C Y L 动力传动系统，那么也有 V 六的发动机可以提供二百七十马力和两百六十五磅英尺的扭矩。 下面这一款车来自福特哈，福特的这个呃 m a r i c 那么号称是灵活、有趣、负担得起的北美年度的卡车，那么其五年的保值率为百分之五十九点五。二零二二款的这一款车是第一款，也是唯一一款标配二点五升全混合动力发动机的皮卡，起步价是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五美金。下面这辆车来自雪佛兰哈，那么这个它的这个这款车叫做。 啊 c o v i t 那么这款车呢是 KBB 列出的2022年高保值率车型在 Top Five 当中唯一的非皮卡的车型，它的五年保值率与福特的 m a r i a n 相同啊，也是百分之五十九点五。那么这个 c o v i t 是美国通用公司旗下雪佛兰的品牌旗舰跑车之一，诞生于1953年，长久以来呢，它被认为是美国跑车的代表作。这款车呢以出众的操控性还有高性价比著称。 二二年，二零二二年的这个 COVID 起价呢是为呃六万零九百美元，它搭载了强劲的六点二升 LT Two V 八的发动机，其中呢，这引擎可以提供四百九十五马力，还有四百七十磅英尺扭矩，最高的轨道速度是一百九十四英里每小时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畅销的二手车的推荐。 那么根据 C I C Cars 的研究哈，那么二零二二年三月的售出记录发现，二手车的平均售出时间呢是为五十二点九天，而 Top Twenty 啊这个畅销二手车平均是为三十五天，转手速度比普通的二手车快一点四到一点九倍。最超像的二手车呢多为混合动力或者是全电动的汽车，在三月份最畅销的二手车的 Top Twenty 的榜单呢包含了八款混合动力的汽车，五款。 电动汽车以及四款豪华的车型，其中最容易出手的二手车是特斯拉的 Model X 啊。那么这个是电动跨界车，这款车的平均售出时长呢是二十八天，平均售价呢是九万零四百零六美元。此外呢，还有啊这个三款特斯拉的车型上榜，分别是 Model Y、Model X 和 Model 三。那么这三款车型平均的售出时间分别是二十九点五天、三十四点四天和三十四点七天。 对考虑呃快速转手又手头宽裕的小伙伴来说，哈，这个特斯拉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另一款上榜的电动汽车是福特的野马哈 March E，它的平均售出天数为三十五点一天。榜单中的八款混合动力汽车哈，包括本田的 Insight 哈，这个现代的这个 i r o n i c 还有这个，它是混合动力的。那么还有丰田的普锐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，还有雪佛兰的 Volt，还有这个插，它也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。丰田的汉兰达混合动力，丰田的 Sierra，还有这个丰田的。 Rav4 哈，RA 4, 混合动力和丰田的普锐斯，其中表现最好的呢是本田的 Insight。那么这款车的平均售出天数为二十八点九天，仅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X，但平均的价格呢也是仅仅需要两万六千八百五十三美金。 榜单上的这个四款豪华车型，包括了奥迪 Q 七中型的 SUV，还有捷豹 X 一的紧凑型轿车，奥迪 Q 三的超紧凑型 SUV，还有奥迪 A 六的中型轿车。由于今年上半年的油价是节节推高，对这些小型豪华的 SUV 和豪华轿车的需求呢，随之也是水涨船高。 另外两款轿车呢，是起亚的 K5 中型的轿车和马自达三哈紧凑型的轿车，在榜单中的表现也是较为亮眼。那么前者的平均售出天数是三十五点四天，后者的平均售出天数是三十四点三天。下面为大家带来一些二手车估价的一些指南哈。那么在进行二手车估价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的汽车估价多少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影响二手车价格的因素其实有很多啊，但是主要有几下几点哈，一个是车龄、行驶的这个里程数、升级的配备，还有外观的磨损、主观的市场条件，比如说呃、啊、车型啊、颜色呀、啊、防盗系统，以及有没有改装啊、有没有事故等等。 通常情况下，如果车子仍然是在这个呃这个保固之内呢，哈，是做完这个定期的保养，或者是刚刚更新完呃轮胎，或者是新的刹车，是可以提高二手车的卖价的。而在想要快速脱手，车子目前啊、呃、需要更换重大的零件，或者是车子曾经出现过重大的事故的情况下，则建议降低二手车的卖价。 最简单的二手车的估算的方法呢，就是依照当初的买价啊，这个扣掉折旧，再加减一些呃、啊、内装配备的价值，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。但是因为呃多数人对于市场这个行情还有折旧没有太多的概念，因此呢，有很多的二手车的估价网站或者是车商就出现了。 这些二手车的估价平台会通过你给出的二手车的使用时间、车型、里程，通过双重的评价的算法规则，得出车辆的基本残值，再通过不同的车系公开的保值率、二手车交易平台等等的数据进行数据整合修正，从而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二手车的估价。 一般情况下呢，知道行驶里程、使用的年限哈，还有车型的配置，还有这个车况的质量，这四个因素大致上就能知道自己的车子能够卖多少钱。美国最具权威的新车还有二手乘用车的信息发布媒体哈，ALG、AL KPB 等都具有自己的残值评估系统，那么它的评估结果也被广泛的认可。许多的买车人和卖车人在交易之前都会查阅材料，这样的话呢，不用担心成交价格会很离谱。 那么如何定出最终的价格，或者是卖出一个好价钱呢？给大家一些参考哈。首先就是估价的时候呢，多参考这个呃、uh, good fair condition 的价格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如果打算自己卖二手车，在参考完在线估价之后呢，建议可以在估价上增加大约五百到一千美金的溢价空间。第三，如果是要卖给车商，建议呢可以货比三家，多做一些功课，找到喜欢你车型的经销商。 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些实用的美国二手车的这个估价网站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荐哈。这个 Kelly Blue Book，那么这个就是简称为 KKB 哈，那么 KBB 哈，这就是呃俗称的 KBB 蓝皮书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一个美国老牌。 啊，新车、二手车查价评估的网站，也是美国买卖二手车的人哈必看的网站之一。其实 K P B 的功能很多，但是呢，二手车的查价是最常使用的功能之一。即使你还没有用过，相信多多少少都会听过哈。同时，它也能为制造商提供一些定制的服务，用数据来解读消费者的行为，相当于市场的反馈。基于不同年份和市场的现状等等的反馈，都很有参考的意义。 下面这个是呃 a t m o s 啊，这个是一家呃、啊、车子的资源检索网站，会提供买车、卖车、修车，甚至是贷款等等的信息。它是一个和 KBB 功能很相似的网站，网上同样也会提供 Trade in 的 value 啊，这个 Private Party value 还有这个 Retail 的 value 的比较。那么也提供二手车啊卖家的销售的平台。KBB 和这个 a t m o s 对于二手车的报价是不太一样的。 对于同一款车型来说呢，MS a 往往会给出比 KBB 低一些的价格，所以呢，有人会这个提出哈、啊，用 KBB 的价格来卖车，而用 MS a 的价格啊、呃、买车时砍价哈、啊。大家在交易二手车的过程当中呢，建议不要只看一个网站的报价，勤快一些，多查查价格，说不定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钱。下面一个就是 Car Max 啊，二手车商的 dealer，那么提供免费的现场估价的服务。 可以上网，首先是预约安排啊，通常大概是三十分钟之内就能完成。如果是接受 CarMax 提出的估价呢，就可以直接现场卖给他们；亦或是呢，将估价单带回去考虑七天再做决定，是最简单的卖二手车的方式。 下面一个是 TrueCar.com 哈，这个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汽车查价的网站。与这个 Amas 不同的是呢，呃，这个 TrueCar 在二手车方面并不能根据你给出的车的状况报价，只能搜索你附近的二手车。啊、呃，相比较二手车买卖而言呢，TrueCar 的新车的查价其实是更加给力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们放在这篇攻略里说呢？原因是 TrueCar 所提供的一些数据分析是非常值得参考的。查询一年当中什么时间买车最便宜，在每 美国买车的时候，大家都把重点放在选车呀、讲价上。其实呢，挑选正确的时间来买车，也会为你省下不少的钱。在哪个季度买，在几月买，甚至是同一周内的某一天去买，你得到的价格可能都是完全不同的。 所以，随着这样的一个呃，美国的油价的提高，还有就是芯片的短缺，哈，这个确实呃，汽车现在的价格是在节节攀升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这些保值的二手车，你又想换新车的话呢，不妨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方法，哈，这个去查询一下，说不定可以把你的二手车卖一个好的价钱，然后来换一辆新车，也都未可知哈。当然，这个这这就是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2022年高保值率的二手车畅销车、二手车以及是二手车估价的指南。如果你 你还有什么生活上的小问题不明白的话，记得在每个周一到周五来到我们的乐活好丢哈，这个下午两点会和大家准时见面。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乐活好丢，我们下期见。